本尊替他罚完了，不信。你们可要好好盛开，待神尊回来之时，见到你们定会欢喜。这白绝都走了10000年了，雪神还在这守着，这份深情真是感天动地啊。何人在此？白绝真神，雪鹰见过神尊。这就是白绝？万年未见，神尊依然没变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神尊，我知道您喜欢藏海花，您走的这些年我日日在这里为您照料着，就是盼着您回来的时候这里还和从前一样。神尊，本尊早就说过，非得诏令，任何人不得私入我长渊殿。雪神知错犯错，自去领三边天雷。太绝情了吧。疼吗？不疼。看来我得把这树养得再高一点，省得下次有人偷窥还不长记性。我偷窥你？本尊没兴趣知道你是谁，请回。还有你，慢着，这片花海耗了雪神多少心血，你说毁就毁了，你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啊？本尊是神，要人情味做什么？你，此乃本尊的殿宇，本尊爱怎么烧便怎么烧，与你何干？这神界就没有我上古管不了的事。上古？雪莹见过小殿下。雪神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，明日我就把这薄幸郎贬到下界去。就凭你？三界主神？就凭我？放手！放手干什么呀？你放那么凶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看该贬下界的人是你吧。我好心散姻缘于天界，只不过中间出了点小意外而已。滥用灵力扰乱天界秩序，我看你不只是实力不济，更是毫无责任心。你又能好到哪儿去呢？空生了一副好皮囊，实则你就是个薄幸郎。你说雪神到底倒了什么霉，看上你这种人？我觉得吧，你不回神界挺有自知之明的。像你这种神，呼吸在我面前，我都怕污了我神界的灵气。你干什么？我可是未来的混沌主神。你是天启带大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好的不学，坏的学。哎，放我下来！你要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今日你缺席琼华宴，扰乱姻缘祠，按律法该罚10遍天雷。你放肆！你放下来！至阳匡，我收你为徒，竟和我说你乖巧听话、勤奋好学，希望你不要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番苦意。回去告诉至阳，本尊替他罚完了，不谢。好你个白绝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会让你知道神界